台中市政府持续提升数位服务，将台中购物节的 APP 升级为台中通，并将在东区举办亲子同乐寻宝区的活动，民众可以透过 APP 的扩增实境寻宝，现场也会有石虎家族以及带动唱等活动，希望借由活动让更多民众知道并使用台中通的 APP， 也让台中迈向智慧城市。台下官员跟着带动唱一起呐喊，现场洋溢一片欢乐气息。台中市政府持续提升数位服务，将台中购物节 APP 升级成台中通，并将在东区举办亲子同欢寻宝区活动，希望结合亲子活动继续推广 APP。这个我们数位治理局举办的这一个我们台中通的 APP 亲子寻宝活动呢，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家长跟小朋友可以来熟悉使用我们这个台中通。那目前我们台中通呢已经有195万人次的这个下载使用哦，那这个真的是创下全国最高的这个官方部门的这个 APP 的使用率哦。那所以呢，我们会持续的来优化我们这台中通的这个内容，那让更多的市民在使用上更便利。现场数位治理局也介绍台中通 APP 界面及寻宝活动操作方式，说明台中通 APP 不只能够使用市府提供的线上服务，还可以线上缴纳水电费、瓦斯费，为市民节省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让生活更加智慧化、便利化。所以我们这一次为了要行销台中通，也是希望说能够来设计一个类似我们之前玩那个宝可梦的抓宝游戏吼，把实境跟线上的虚拟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涌泉公园安排的4个关卡，给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去寻宝。那4个点集满之后，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服务台来这边换奖。那同时间，我们服务台旁边的舞台也不会停着，我们也邀请了台中市的这个代言人师傅家族跟东森悠悠家族，还有小青蛙剧团吼来进行这个展演。那相当活动非常的精彩。活动将在16号在东区涌泉公园来举办，规划有4个关卡寻宝，闯关成功还能够兑换奖品，现场还有石虎家族、小青蛙剧团等展演，欢迎全国朋友来台中旅游参与寻宝活动。记者杨宗桓台中采访报道。